针对连一个小宝宝都要被拿来作为黑函操作这样的事情，我们深感遗憾。那么其实这样的过程呢，不只是一天两天而已，它已经是一年多甚至长期以来所发生的一个现象。黑函产业链，他们不断地透过网络，然后媒体，还有一些民进党的议员串联来做攻击，而且都是一些不实的手法。那么这一次只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例子，那么透过网络上随便去截取别人的留言，人家根本没有经过同意的情况之下就被贴上去只是堵拦等等这几个黑函的网站上面来做黑函，把事实给扭曲，也没有经过查证。即使到现在，人家孩子的家长爸爸妈妈都已经出面否认他们是同意让市长抱小孩的，昨天双方还通了电话表示致意，理解互相的感受。可是到今天为止，到现在为止，只是堵拦这个错误的假讯息还挂在网页上，完全的不知是非，不知道悔改，那么甚至的还继续恶意的攻击其他的韩正营的任何人，他们只要抹黑不问是非，这些非常可怕的手段令人非常的遗憾，也值得唾弃他们。那么另外在媒体的部分，因为在记者会现场的提问错误的引导，以及媒体报道上到了中午午间新闻，即使在经过我们澄清之后，背板上仍然是严重的错误跟指涉，所以我们也要提出告诉。至于告诉的内容跟名字对象以及罪名呢，我们就请叶律师为我们说明。好，我想应该是这样说哈，意图使人不当选而散布谣言或不实之事，构成妨害选举哈的这样的一个刑事责任。那么三立新闻的记者陈彦豪先生，三立新闻的午间新闻制作人庄之轩女士，三立新闻的总监李天怡女士，好，还有呢，只是堵拦打马悍将粉丝团呢，这些共同好接续散布不实之事，企图影响韩国瑜选情的这个行为跟人士呢，我们今天一并提出告诉。好，我们也呼吁大家干净清白选举，好，不要制造谣言跟流言，尤其是呢，在本案都已经经过澄清之后，我们看到三立新闻呢，仍然是持续的散布谣言跟不实之事，毫无悔意。我们看到的是完全的恶意，我们觉得非常的遗憾。好，有一些新闻媒体朋友在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至少写了网传，好，据称。三立新闻是直接由记者说，我们看到女童的父母已经在网络上写了，是说女童的父母已经抱怨了，在新闻的背板直接写说女童母亲愤怒，完全未告知，这都不是事实，全部是谎言。好，我想选举真的不需要连小孩子都牵扯进来，这样完全没有人性，所以我们今天依法提出告诉。谢谢。想问一下，请求解释，就是这个我们韩办这边就是还蛮长的提告，是想要用以告来指棒吗？这个一个战略。其实过去市长一直希望爱与包容的，长期以来一直不希望轻易的新送，但是到黑到一个过度过分没有人性的地步，已经不得不反击，已经被逼到角落了。那么不得不以最后的正义的防线司法来谋求一点点基本的尊重跟权利，所以也是不得不。那么几次现在所谓的提告，比方说到警察局去告发，这些动作都是严重的影响到选举，影响到选情，甚至教导选民错误的投票方式，散布不实的讯息，这个是真的可能会影响到一些比较不知情的民众做出错误的行为，所以这一点我们当然要强烈的去提醒大家，主要是希望这件事情不要再发生，或者是为了要提醒大家错误的讯息不要再散播，提醒大家我们今天提出这些法律权利的主张，都是为了不要让错误的假讯息，或者是错的投票方式，或者是影响选举的一些不实的资讯再继续传播下去，或者是严重的影响到个人的名誉。其实在过去之前本来都不希望轻易做出这样的动作的。我想请教针对这个三立这边哦，他们是主张说他们包括在中午新闻的时候有询问父亲的回应，但是他们现在也扬言要对你们提告，你怎么看待这部分呢？三立新闻有很多都是非常专业的同业，那么也有一些老朋友，
我希望大家秉持着基本的新闻的良知来评断这件事情。我们刚刚律师已经明确的提到了，在背板上直接写的文字，没有网传，没有据传，没有据称，直接认定它的事实，这样的文字在背板上面传播。那么主播在播报的时候，他也说稿头上直接说女童的父母完全事先都不知情哦，居然这个韩市长就把小孩给抱起来，让他哭得哇哇大哭。那么记者当时在现场提问说，我们都有所有影像的记录，提问说女童的父母其实已经在网路上脸书上正式的表达不满。那么在他的午间新闻里头是反而倒是说有问过母亲，但是没有得到母亲的回应。但事实上当时我请求证过他的父母亲，他们并没有得到这样的咨询。但是没有关系，大家秉持于自己的立场跟专业，那么我们就让司法来做最后的判断，是不是有过度刻意操作的复杂痕迹要来攻击特定候选人。我相信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我们只请求一个基本的权利，既然是新闻媒体，就请平衡而且经过事实查证的报道，这个是媒体的天职，也是基本的要求。因为在中午的新闻里面，爸爸的受访有电访好像有放进去了，不是好像，我们是有举证，当时有侧录的影片里面并没有放进去，他也没有受访父亲的画面，这个不没有关系，如果到有需要就到检察官面前去做呈堂证供。我想应该这样说，如果放了父亲否认的画面还要去报这个新闻，不是更证明在播出的时候就知道是假新闻吗？明明知道报的是不实的还要报，那不是更彰显他们的恶意吗？